用上车弄唔到，啊，想怎要甲接女娃一直电伫手内，啊，接女娃阁是啥个啊？我来叠家哦。你知影接女娃是啥个啊？这陆可呀。啊，那呢？你怕什么要怎做啊？那我知影讲是向上害阮妈，我绝对会好出头。伊状况啊，真好啦，应该今日对我都清醒啊。真是哦，恭喜你呢。万一阿金醒过来，甲大家讲是我伤害伊，安尼我都害啊。我问你，为啥你要安尼做？我无啊。你讲嘛？阿金，死咧啦！家大人牺牲你啊！表姐，你人在哪家？我来看阿金，敢有较好啊？你跟清醒啊？你阿知我妈清醒？我妈转病房，你又出来看伊，所以我怀疑讲是不是有人甲你讲。我昨下看到你哦，开车三毛年，我笑眯眯，迄不是朋友之间的笑容哦。你是不是跟我的大哥阿姐讲？菲菲哦，伊就是无愿意离开你，伊甚至为着袂失去你，伊才无愿意徛起来。唔是你去试看卖啊？菲菲，我送你出国做治疗。啊，因上车弄唔到，啊，想怎要甲接女娃一直电伫手内，啊，接女娃阁是啥个啊？我来叠家哦。你知影接女娃是啥个啊？这陆可呀。啊，那呢？你怕什么要怎做啊？那我知影讲是向上害阮妈，我绝对会好出头。你啉酒醉啊？我的头壳确实有淡薄仔晕啦，啊，我踮遮体质就好。柯小轩，你想康想胖，要赶我走，家己无法度，就塞拢查理。那呢，我嘛不需要对你客气啊。你竟然想要破坏我甲小轩的感情，所以真歹势，我即马必须要甲你讲清楚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接受你对我的感情。医生讲我妈伊的状况啊，真好啦，应该今日对我都清醒啊。真是哦，恭喜你呢。万一阿金醒过来，甲大家讲是我伤害伊，安尼我都害啊。我问你。为啥你要安尼做？我无啊！你讲嘛！阿金，死咧啦！家大人牺牲你啊！表姐，你人在哪家？我来看阿金，敢有较好啊？你跟清醒啊！你阿知我妈清醒？我妈转病房，你又出来看伊，所以我怀疑讲是不是有人甲你讲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